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悠悠过，欢迎来到人生悠悠过。那我们现在在 Marks & Spencer， 就是英国百年的超市。那在英国各大城市的车站里面，其实都有他们间小的超市。那这间是大间的，那它这里的品质非常好，种类也非常非常多，所以我每个礼拜都喜欢来这边来采买东西。那大家一起来看这里面有哪些好货吧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 Marks & Spencer 的一楼，这里是女生的服饰区。那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衣服，然后各种款式跟风格都有。其实这里英国的婆婆妈妈们非常爱这个牌子的衣服，特别是在有 Christmas sales 或是有大特价的时候，这里都会抢破头。那我们现在在最顶楼，就是它的家饰部门。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边其实有点像是IKEA 那样子，就是有家具啊，然后碗盘，什么东西都卖。是我平常很爱买的橘子，它是 Easy Peel 的小橘子，就是大概剥一剥之后一两口就可以吃完，非常好的水果。OK， 然后这边是 MS 的甜点区，然后种类非常多，从意式甜点啊、美式甜点、法式甜点都有。那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巧克力熔岩的布丁，它其实是蛋糕，然后里面是巧克力的熔浆，所以我通常都是把它拿去微波炉微波一下，然后里面的巧克力心就会融化，那外面再加上 Haagen-Dazs 的香草冰淇淋放在上面，非常非常好吃。好，那这个是我平常超级爱买的，就是6块的猪排。那我通常回去的话，就是平底锅干煎，然后配上煎的焦糖苹果，非常非常好吃。那这边的话，也是说英国所有超市里面，通常比较容易买得到的就是猪的五花肉。那这个你通常要做中式烧肉啊，或是比较多人聚会的时候拿来做烧烤的那种大块的猪肉的话，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，比猪腿还要更棒。看到MS 的牛肉其实是非常齐全的，就各部位，然后各个等级，就包含草饲的啊、有机的啊，甚至都有做分类。那我通常都很喜欢买这个，就是2块的乐眼牛排，乐眼非常非常软嫩。那我最喜欢的话就是买这种一磅的蘑菇。然后它每粒都非常饱满，然后品质也非常好，不会像有些像 Sainsbury 或 Tesco， 它品质比较没有那么定。然后它价钱虽然大家都是一样一磅一盒，但是数量跟质量比起来 ，MS 的确是好非常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就是 Greek Yogurt 的地方。然后如果像是女生的话，晚上其实在减肥，然后又想要充饥的话，建议可以买这个，就是非常棒的 Greek Yogurt， 其实是 low fat 到 zero fat 都有。这个的话是 Dice Pancetta， 就是意大利的那种腊肠，然后腊肉，它把它切成小丁的部分。那我通常都拿去当蔬菜汤的底啊，就是炒底啊，或是直接拿来做那个，有点像培根炒饭那样，就是有时候加下去炒一炒，这个锅底都有非常非常厚的香气，因为它是经过风干制成的。然后这个的话是 MS 它推出的，就是专门涂司康的抹酱，算是奶油抹酱，然后不会很腻，然后非常非常好吃，搭配他们家的司康。那像我自己本身的话，也会买像这里的 cream， 就是有 extra thick 或是 double cream， 其实就是做白酱非常非常好的调料。接下来就是 MS 非常非常推荐他们的司康，不输外面的下午茶店的。那我们现在买完了，然后总共是2大袋，那 total 的话大概是55磅左右，那大概就是我一个礼拜的餐钱，那就大概就期间大概算下来一餐差不多100多块台币，包含早餐、午餐跟晚餐，然后因为在外面比起来随便一餐至少都要10磅，现在就差不多400块台币以上，所以自己回家煮自己想要吃的，其实非常健康也非常省钱的。好，那接着就是我今天在 MS 为大家推荐我自己喜欢在 MS 买的东西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然后不要忘了帮我按赞，然后分享，然后订阅哦，拜拜。